影片开始前，先感谢群友一叶之秋赞助25万钻啊！当然，我是代抽25万钻，抽这个4只五星火毯哦，这是这个一叶之秋的爸爸哦，干爹给我的任务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抽。对，你们应该玩过其他手游吧？那些6+6的角色，抽满一只7-8万，这游戏真的是，我觉得这样子出角色，然后有爽度，然后不要这样太贵。对不对？你就出角色出快一点，然后这样抽一只抽满五星，也不贵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玩得起。哦，不帮官方背书了，来开抽，10张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，25000钻，哦，好爽，好久没这么爽了。我的户头有这么多就好了，户头有这么多吗？是按到这边按数字键啊？第一次在那按数字键啊？好，刷起来！哇，哎，他刚变色吗？没关系，这个分解武器上，这个分解武器是不错的，这个分解武器是不错的。哇，欸，它会变色了。OK， 不要这样，好的开始，分解武器还不错，好的开始，哦，好的开始。30抽40，刚抽上的。没错，你们就是要这么乐观，分解中2张券。哇，50！哎，他这个特效我有时候都看不出来，他到底是在爆什么特效？就是他有时候那个 SSR 的，我看不太出来。他好像他会变，他会那个紫色变橘色。真饱了吗？压力好大，你们不觉得抽别人账号压力比较大吗？抽自己的话就是自己的责任自己担，知道吗？我压力好大。贵男为红色警示 ，OK， 60抽了，不是吧？这么歪的吗？这边要一抽一抽按还是十抽按？十抽搞不好酸蛋黄吗？我这边其实会习惯爆炸。我啊！开心，哦，没歪，小宝有中吗？哦，终于一件兑换了，气死我了！40，来，哦，抽卡，来，抽，不是，你抽的运气好的。没事啊，我记得他有两种特效，但是有一种我忘记了。刚刚那个就是很明显的会中，来20抽，第二只20抽，不要歪，来，让提前出货。不是吧？再来30，我们至少保底不要歪就很便宜了。有了，中了，出，
看来我运气不错。三十招，第二轮三十招，火砍出发，气势有来了，没有你小事，好，没问题。那个妹子一直下楼想傻喜的一拳，还有双子，再来。哎，我这样运气算很好了吧？老实说，再来三十，会连宝吗？不确定哎，还是要看这个账号的运气。你们就想成一抽一轮，就是一轮就是，哎，我怎么说？四十，十抽就是哎，三除以三，除以三嘛，两千五除以三，按下去就是850块了。你们就这样想就好了。如果没有在看这游戏的朋友，我每按一次就是850块台币原价。四十，可以吧？再来加倍有没有敢看下去？再来一次，哇！这是裂变的。三只了，哇！我帮，那还有20万赚怎么办？哦，等等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。我要确认是不是正确的，我要确认这是不是正确的。这游戏是不是很佛心啊？不是。我相信大家都是愿意花钱玩游戏的人，但是不想要花得很便秘嘛，对不对？像现在这个保底也让我觉得有点便秘，真的收工。至少收工，我觉得成绩不错了。动全部小宝全中，佛不佛？佛不佛？毕业收工。哇！